啊，这是掐丝珐琅，实际上在铜台上用掐丝，然后勾线，然后再填彩，再烧制，掐丝珐琅，也叫景泰蓝。后面那个一个直壶，掐丝珐琅的一个直壶，这还有一个粉盒，掐丝珐琅的粉盒。景泰蓝，它其实是景泰皇帝当时喜欢这种景泰蓝，有个景泰皇帝。